你们一起来吃晚餐吗？哎，对，两个人呢，一定是离婚前就认识了。爸根本就不知道大媳妇的真面目，竟然还那么疼她。今天开始到盘法那天都不要进客人房，等盘法后再自己决定。亚多木怎么办？实在没有别的方法，你知道盘法是什么意思？是跟一个男人过，一起住，盖一条被子。亚多木一定会大闹一场。 我出去想马上回来。薛夫人，我儿子刚刚跑出去了，抓住他！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芙蓉阁之恋》。